40岁学怀孕和20年前有差别吗？网友，为什么人家减肥皮不松？学怀孕的年纪绝对可以说是很多80后90后听住他的歌长大的。1978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整整40周岁了。记得小时候学怀玉就给人一种古灵精怪的感觉，没想到时隔20年还是这样，重点是脸几乎没什么变化啊。隔了这么久重新要开演唱会，学怀玉也是压力很大，所以开启了疯狂减肥模式，还自曝长了很多白头发。但是一般人减肥，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都很感觉皮肤没有胖的时候紧致了，但在学怀玉身上完全看不到。随随便便晒的照片都特别有少女感。咚咚咚，说素颜直播就真的素颜，要知道大多数女明星说是素颜其实都会开美拍模式，徐怀玉真的太实诚了。而且虽然是真素颜，却几乎看不到太多下垂，苹果肌也饱满，虽然有点法令纹，依然可以说是非常保养有方了。其实学怀玉最难得的还不是保养的好，而是少女感。小编觉得这种感觉和心态真的有关系，学怀玉40岁隐退这么久还有干劲去开演唱会，可见他对自己对人生是有要求的，并没有因为觉得自己老了不红了就放弃唱歌。所以保养的秘诀大概就是，即使你40岁了，也要有20岁的心吧。学怀玉 Yuki Su 1978年3月3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女歌手与女演员，父系浙江，母系原住民混血。育达商职会计科毕业。因在家阳台晒衣服时随哼唱歌曲而被住在对面的音乐制作人翁孝良的助理发掘，经由翁孝良引进滚石唱片，由当时滚石唱片国语事业二部经理姚凤群一手打造。